对我们节目的支持。每次我们在前面讲小常识的观众一定很质疑，因为我们两个形象的关系，对，人家都以为我们是根本是乱讲的。这个其实我们很正式的，那当然，我们都有数据跟根据的依据嘛。那今天要所谈的是根据英国专家的调查。他的这个查证啊，是染色体啊，其实呢有别于男女之间参加社交场合，女性比较融入社交场合，女性比较善于社交，但是男性就差一点。对，所以说男性是比较重理性，女性呢是比较讲感情，也就因为这样啊，事实上男人呢左脑比较发达，对，那女人不一样，女人是两脑并用，女人两脑并用，可是根据调查。一般天才都是男性。等一下，讲这一句话，那女生可能会很反感哦。这是专家讲的，专家讲的。马上要介绍我们左脑队的阵容。欢迎我们左脑队。左脑队队长张永正，队员孙耀威、陈雅兰、郁可欣。张永正反应灵敏，是领导全队气势的重要人物。张永正先生，欢迎。歪哥就属于天才型的，对对对，可是他抗压性不够，我常常家里发生一些事情，他找老婆来研究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个一个家庭这样就和乐了嘛，家里是这样子就能够平衡了嘛，对，好像家里是大嫂做主，如果没有结婚的话，就要靠自己了，要靠自己啊。要靠自己，对，都要靠自己。不是我说啊，对了，很多事情啊，当然是双手万能啊。孙耀威先生，大家好，一切要靠自己啊。孙耀威，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老婆可以研究的时候，你也找谁研究呢？真的靠自己，没有办法。是他大概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。是是是，对对，其实懂了啊，是是，已经长大成人了嘛。也只要你说出来，大家一定会想到那里去。对，这八年。八年来，他都靠自己了。是是，那你们来，一起来玩郁可欣小姐。大家好。郁可欣今天穿的也比较保守一点了啊。今天算这样算保守？我都是很保守啊。没有啊，以前来节目的时候都会稍微看到有点马里亚纳海沟，今天就没有。还好我们另外一队马里亚纳海沟有带来。右脑队队长马世立，队员张卫健、王运婵、九孔。马世立身材姣好，小迷糊型人物，领导全队必能有所夹击。马世立小姐，我们又来了，真的是马里啊！不是我说你了，人家拍写真集都没有穿的你那么露。哎呀，我穿得很整齐啊！你是不是很羡慕人家？希望的老板能看到这个节目找你拍写真集。哎，这个瓜哥你就不了解，已经好多家一直找他谈了。马世立的腿真的很漂亮，他身材也是我们圈子里头啊。有没有拍写真集都光拍腿的？有没有？应该没有。那感觉怪怪的。对啊。另外是美猴王，我们张卫健。张卫健先生。哎呀，您这个戏啊，这个再造这个事业第三春啊，是是，不得了。人家也没跌倒过，第三春。没有没有，他是好几个春天一起来的。哦。对呀，歌唱也顺利，主持什么各方面都好嘛。请你不要在这边一直叫春好。来，谢谢张卫健先生。好，谢谢。那一开始呢，就进行我们的黄金眼。黄金眼，大家注意看，那 3D 电脑动画绘制而成的，它有一个主观视线、行进路线、点点滴滴，大家把它记下来就没问题了。这个画面是在一个密室里面，各位要注意看。马上要进行我们的黄金眼。
那我们立刻就有题目要下来，大家看完之后，你看大家有喃喃自语的，有在那里发呆的，哦，有的一直说很难，两眼发白。不过各位看到电脑动画，以前都是梦幻想一样，可是呢，都会成为事实啊。哦，不可能的都成为事实。对啊，飞弹基地、地下基地经常是存在的。对，马上各位，我们马上电脑都要出题啦，各位要抢答啦，注意了啊！答错不扣分，答对加50分。来，第一题，请看。密室密码有几个号码？哦，几个号码？几个？五个号码。恭喜哦，厉害！2、3、4、5，很多人是背号码，根本是没有看到，没有什么作用。哎，好，第二题。请看，飞弹的型号是什么？飞弹型号，陈雅兰小姐。来，这个很简单啊，答不对真的是。对啊，这个飞弹哈型号，飞弹二号啊。飞弹型号，我记得车牌号码，飞弹型号。飞弹型号。哇，惨了。六四啊。好，孙耀威先生。我抢了。选52型，恭喜孙耀威再得50分。52型，哎，12型的。哎呦，这么说起来，我们今天孙耀威有来过还是有差了？对呀，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啦。问题他也来过啊。对呀，但是每个人的智商不一样，你不能这样。这什么态度？我记得是 MW149 啊，没记全52型啊。哦，他是聪明在后面了。来，第三题，请看。Bang！墙上海报灭火器是什么颜色？灭火器什么颜色？王玉婵小姐。白色。白色，白色，哇！一般人可能会猜黄色，对。来，第四题，请看，哎，骷髅头的双眼有什么数字？来，王一晨，14。哎，14号。哦，这是看得到的。真的这样还看得到，真厉害！王运彩好厉害。我是学美工的嘛。所以年轻真好啊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你这样讲，他会不会啊？什么年轻真好？本年轻本来是真好，是加油啦！来，好吧，我们一直没离开过。我们有没有长辈保留名额，让两位也可以按一下？啊，没有，这是公平的。哦，这样子。哎，对不对？是抢答题嘛，对吧？来，下面一题，请看。第一张看到的海报有哪个错字？孙耀威先生。好像禁止入内还是哪呢？什么？好，算错了。好，不知道。有没有抢答的？马小姐，来，请挂笨。没有抢答错的要挂笨。怎么样？有按铃，你叫我干嘛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保留给你。现在没有人抢了，没有人抢吗？我把留给那最老的那位。是，没错。没有错，没有错的。第一张海报。没有人抢答，对不对？确定有错，保证有错。如果没人抢答，我们就要确认了啊。请冲入内，请冲啊！那是请误入内，对呀、啊，就差那么一点呐、啊。哎，不是一点，一撇，一撇，一撇。哎、好，下面一题，请看。卡车的车牌号码是几号？哦，啊，把背车牌号码了，王，不是那个我们孙耀威，前面英文字母要讲出来哦。什么 ？GF。GF 不是，等一下，来，张卫健先生 ，FKE49错，好来，为什么我都不会亮 ？FK091，哎 ，FK091，好，下面一题，请看 ，Ben。共有几颗飞弹？好，几颗飞弹？哦呦呦，孙耀威不得了啊，6颗。6颗，8颗，来，马斯利，18颗，果然是18颗，出现3次画面嘛。好，感谢各位，我们这个黄金眼第一个阶段到此告一个段落。是完全没有得分的，麻烦举手一下。让我们可欣、张卫健、9孔、陈雅兰，哦，还有，哎，他有，我外哥也有的，091，是厉害厉害，到现在还记住，091啊，会不会回到家大嫂晚上就把他摇醒了？哎，可以091，来，马上要进行我们的目击者，今天目击者案发的现场是偷窃，一个窃案的现场，所以我们8位都是目击者，你们要根据警官的询问来好好回答他的问题，但是要看案发的现场，8位要仔细看，哎，马上。各位来看看我们的目击者 Ben。
好，拍得非常好，是，这是一个窃案的一个现场。是啊，这个其实办案就是如此啊，蛛丝马迹任何的都有可疑性。这很显然啊，歹徒在里面翻箱倒柜啊。我们也请到我们这个侦二队的啊，侦二队本来在交通部服务的，哎，最近办案办得还不错。是是，我们一起来欢迎倪警官，欢迎倪警官来。他正在帮人家割眼皮的时候，小偷进入，他就利用时间打电脑，来人呐、啊，他被绑起来了。瓜哥是不是到某一个年纪都会变成喃喃自语这样？是啊，是啊。天才 Ben Ben Ben， 李警官，欢迎李警官来。大家好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把刚才的案情呢，我想一位一位啊，来请教一下。那么第一位，我想先请教的是张卫健。有，我希望你有好的成绩啊。好，我就很简单的问你，请问被害人的职业是什么？应该是做在那个办公室做事的，这个。妙手回春，李警官交给您。来来来，张永正，请问案发当天被害人在做什么？完了。案发当天被害人应该是在现场，然后歹徒侵入之后呢，他所剩下大概只有10秒钟的时间，他就打了电脑说来人呐、啊，这样子。曾女士拉皮割眼袋手术，刚刚前面才讲的嘛。她手术怎么会在家里呢？其实我还没讲完，就她那个时候是在，就是我们不要讲。来人呐、啊，之后呢又去帮人家割眼袋。对的、啊，是是。她正在帮人家割眼皮的时候，是是，小偷进入，他就利用时间打电脑，来人呐、啊，他被绑起来了。瓜哥是不是到某一个年纪都会变成喃喃自语这样？是是是，对的，这叫这个医学上叫做老年痴呆症。是是是，来下面一题，来倪警官。好，我下面一题我要请教一下孙耀威。来，有。我想你对这个，你刚才在我们案发现场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有看到哈？有。好，现在呢，总共这边有4组，你把它看一下，到底是哪一组是刚才在案发的时候，歹徒所用的袋子里面的东西？应该是第四组。来，倪警官。好。那么我要先请教一下王运婵，我发现你很厉害，这个记忆力也非常的这个清楚，那么我现在就问你一个比较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，在案发现场我们看到那个电脑的磁碟片呐、啊，中间好像有被人家偷走的这个迹象，那么我就是请教你，是第几号的磁碟片被偷走了？哦，不存有任何 pass。A 有在吗 ？B 有在 ，C、E、F 都在 ，D。哇 ！C、E、是 D 没有了。C D E F G， 所以 D 不见了，少了一张 D， 所以 D 的那个 desk 被偷走了。对对对，少了一张 C D。来，倪警官。好，果然啊，不错。再来请教一下陈雅兰。有。我跟你先说咧吼，这个问题可能是较困难，但是你免惊，你就豆豆啊听，你豆豆啊回答。啊，过去你用手刮去的啦。请说来。哦，我跟你说来哈，现在他是现场有个柜子，有4个抽屉。嗯哼。那么我现在请教你哈，当时来开抽屉的顺序，是我干脆把你提示一下，是由上往下开还是由下往上开？说咧啊。对顶管推落来下骹，哦，这样。如果说是由上往下的话呢，你上面开了，你下面就没上面，你就看不到，因为它现场的这个抽屉已经是都开的，你第二个抽屉开不了了嘛，你一定是关掉之后才能看第二个抽屉。由下往上的话，就一个一个都可以看到。好，倪警官来，现在我们看到有4位，啊，
那么我要请教一下九口，你看看我们这个嫌犯应该是哪一位？因为他每个人把他们自己的鞋底的这个鞋印呢，拿在中间，你来指认一下好吗 ？Three。告诉我是你吗？他指认你对不对？那么你是不是应该把手拿出来，接受法律的制裁？给啊！感谢八位目击者协助警方办案，顺利的破案了。恭喜各位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进行了黄金眼目击者之后，接下来进行的是我们的活到老。记到老 ，Ben。我们活到老，记到老。首先要欢迎我们所有的长辈来到我们现场。欢迎五位高龄长辈，欢迎你们，欢迎啊，欢迎哈。是，都是我们善良老百姓，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长辈，今天都来到我们现场。是，来到我们现场，除了增加一点脑力、记忆力之外，也领一点车马费，补贴家用啊。什么话？是他们来这边呢，是能够上节目呢，左右邻居呢会跟他闲话家常啊。对，大家聊起来，哎，好不好玩啊？你玩过，该我来玩，我记忆比你差多了。是，我上节目总是有比较紧张一点。那当然。我们现在访问一下，你在哪里服务？我在铁路局退休了。退休了，铁路局啊，不错。您在的时候有什么普通车、平快车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现在没有了吧？现在一样也有啊，一样也有啊，也有啊。哇，对，是这当时铁路局局长叫做什么名字啊？当时铁路局长是是哪一位？没关系，这个不会，就让各位要知道一下，了解一下，了解。那夫人叫什么名字啊？媳妇妹。哦，这夫人记不住，回去就要找闹革命。然后这个夫人呢，叫做……对。那全台湾省的铁路加起来有几公里？啊，加了起来啊，现在大概有差不多600公里。哎呦！这个就厉害。我们问要有关于他专业知识，不能随便问啊，对不对？像上次问是认不认识谁，那都很无聊的了。对，那第二问你认不认识？不能说无聊，要问认不认识。不知道，会不会有挫折感啊？有机会到铁路局宣传一下。好，谢谢谢先生。谢谢啊，下一位访问一下。你好，哇，这件花衬衫很漂亮哦。是哦，蓝水飞个大蕊。是啊，飞个大蕊。你这珍珠项链好漂亮，是真的假的啊？应该是真的吧？真的，哦哟，真的这么大颗啊？对呀。这买多少钱买的？多少钱啊？这是生日的时候送你的。对呀，别人送的啊。子女送的吗？应该是我老公送的。应该啊，应该是我老公，表示还要查证一下。你女儿生日几月几号？我女儿是圣诞夜生的。哎呦，12月24。是在马槽生的吗？不是啦，差一点啊。差一点，那这不是圣母玛利亚欢迎你来。哎，您贵姓？我姓范。范仲淹的范。范仲淹的范。哦哦，范仲淹的范。范仲淹的范。我们第一任总统是？第一任总统是蒋中正。蒋中正好。第三任总统是蒋经国。厉害啊。那第四任呢？第四任李登辉。这个讲错会关呐。开玩笑。来，您平常看不看电视？看电视都是看新闻。看新闻。新闻啊，是看完新闻都睡觉。哪一台新闻你最爱看？中视。我告诉你，还有他要答错，我会被关呐！我跟你说，那我问你，搞清楚，中视晚间的主播是谁？不是李什么？李四端。李四端。对，又加。马屁在拍吗？是啊，这拍到马腿了吧？谢谢你，是沈春华，沈春华的中视新闻。您贵姓？我姓秋刘锦妹。秋刘锦妹，哦，他姓这么长啊？姓刘啦，冠夫姓嘛哈。哎，姓刘啦，啊，刘锦妹啦。哎，你对的，哪里人？关西。关西啊，关西，关西最有名的是？我
客家人呐、啊。不是，还有一个系，关西客家人很多、啊。一个摸骨，关西摸骨。你以为不以名贵吗？冇，冇算命过。你做生意唔算命？唔算命贵。哦，他不相信这个算命。他说他住关西没有摸过骨，因为那个他都因为他都做工的，他不太相信命，也不会说。哦，真做工了算什么命的？命不好了人。哦，他说做工命就不好，莫按你讲哦，做工也命好呢。对呀、啊，做工才好。身体健康啊，就莫做工，不偏不我死。还呀，你这说什么？我说你不做工的，生病生的要死啊。这什么话？我们身体也好。今天跳舞跳得好好。跳舞跳得很好。要不要现场给他跳一下？你跳哪个舞啊？随便跳什么舞？哦，那干脆就两位来一下，好吗？我们跳年包。恰恰 one two three four， 阿爸，爸爸啦，爸爸，爸爸啦，爸爸，爸爸，加油！爸爸啦，爸爸，爸爸啦，爸爸，加油！加油！身体多健康。对呀，花哥你闪眼不好，人家那个有模有样等着你出招啊！我不是怕太大的花招哦。我这个穿的衣服像斗牛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现在可以把答案写下去。这几位高龄长辈啊，他们的记忆力大概就是你们刚刚看到的。马斯利多少？两种。两种。张卫健三种。三种。王运禅四种。九孔六。九孔第一次来了哈。对。好。郁可欣。三种。三种。亚兰两种，两种，大家都这么少啊？对，你的答案经常两个人加起来没你多。哎，奇怪，他来过还写四种，对他们很有信心。来，耳机戴起来，耳机戴起来，麦克风请戴耳机，来一杯，注意听啊！我跟你说，今天是我80大寿，我女儿送来两大坨我爱吃的大番薯，大番薯和老芋头，老芋头。但是我家媳妇。已经炒了空心菜，煮了花椰菜汤。花椰菜汤，我老伴儿又嚷着要吃包心菜，豆芽菜。最后我们一家决定去客家餐厅，一边吃竹笋炒肉丝，竹笋一边看宰相胡萝卜。好 ，OK， 下一位来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是80大寿，我女孩买两大堆。大番薯，老芋头，哦，我媳妇又炒了空心菜，发菜汤，发菜汤，我不要讲话。我老婆又想要吃豆芽菜，我一家人要去客家餐厅吃竹笋炒肉丝，还有去看那个主宰相胡萝卜。哦，胡萝卜，好来，主宰相是什么？主宰相。我今天过80岁大生日，别人送来了芋头跟那个红苕，那我的媳妇嘛，炒的空心菜。还有那个花椰菜汤，我老公还想吃，那个豆芽菜跟，锅里菜，那结果后来他们去了客家餐厅，就又选了，竹笋炒肉丝，还有，好像红萝卜。没有了，就这样了。哦，没有了，就这样。来，林小姐的老公过80大寿，吃了什么胡萝卜，还有什么红苕芋，他讲了很多，我也记不太清楚。来。我女儿，我才八十岁。你女儿过80岁，我才160岁。我说80岁，我女儿买了芋头，番薯，我媳妇炒的
哎呦，空心菜，哎呦，我老公吃什么麻干麻干，我讲不出来哟，啊，还有去餐厅炒的竹笋，啊，我记不起来了。就这样，好，来最后一位，请附送他刚刚说的。我80岁大生日，我女儿送来2楼的地瓜跟芋头，我女儿想要吃空心菜，煮花椰菜汤。我老公想要吃包心菜。你老公啊？想要炒包心菜、豆芽菜，最后还是去客家餐厅吃竹笋炒肉丝。哇塞！看宰相红萝卜。红萝卜，红萝卜七种啊！他说红萝卜，红萝卜七种，七种不是我这个觉得很疑惑。对啊，你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呢？我看你讲。你看我嘴型啊？对。你会读唇语啊？不会唇语，可是。有一点点，哎呦！不管怎么样，能说出这么多啊，也值得我们鼓励跟他。对，掌声掌声。所以这一关是全军覆没了。没有关系，大家不得分，等于是平手了。是，活到老，记到老，到此告一个段落。马上稍微进广告，回来进行谁的朋友多？天才 ，bang bang bang。你认不认识陈雅兰？我认识啊，我是瓦斯行的啊。瓦斯行啊，瓦斯行你都太通啊。天才 Bang Bang Bang， 天才 Bang Bang Bang。谁的朋友多？现在呢，大家忙着记电话号码。是是，现在记是没有用的，电话都立起来了，准备要接这个电话了。是是，所以啊，哎，歪哥在干嘛？人跑到哪里干什么？讲电话去了。不是，他怎么突然间跑到后面交朋友去了？是是。现在交朋友来不及了啦。左脑，我们这边准备派哪两位？孙耀威是吧？真的吗？我们这边让赛，所以哦，拿我出去。让赛，所以你来是吧？让赛。让赛，让赛，就是让那边的，因为我这边那个不叫让赛，叫棒醉啊。让赛多难，那是陈雅兰先开始了。对，好，请就问一下，好嘞，一分半开始，打给谁？叶丽娜。啊，叶丽娜。叶丽娜，哦，歌仔戏。妈妈，稍等嘞。陈雅兰打的，不要挂哈。丢下。哎呀，我到他老婆，不是女儿。哎呀，干妈等嘞。翔哥在吗？雅兰，于太太，啊不，于太太，于太太，你不要挂哈，加油啊！喂，翔哥，等一下。啊，记得强哥，翔哥啊，强哥，你不要挂，雅兰打给你，不要挂电话。时间快到。十、九、拨通算，不要紧张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时间到。通了算，通了算，有没有通？加油，加油。通了。喂，小平。睡瑶，喂，小平啊，对啊，我是雅兰的朋友，我叫胡瓜。哦，你认不认识陈雅兰？我认识啊，我是瓦斯行的啊。瓦斯行啊，瓦斯行你都太通啊。引导过上阿叔的啊？对啊。引导上阿叔，一个月用几趟啊？他家很穷啊，没有钱啊，我都帮他送瓦斯啊。哦，你就借机他的。搬到五楼嘞。啊，送到五楼去啊，没有电梯啊。没有电梯。哎呦，你那大无电梯，电梯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这通啊。孙啊，这大嫂。江孙啊。不是啊。不是啊，吴孙啊。吴孙啊，你是雅兰的英叔啊？大嫂，嘿。英哥哥嫁，英你嫁我英哥哥啊？有影有影，你幸福不？幸福啊。幸福美满，多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干妈。喂。干妈干妈。你是雅兰的干妈。你好。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叫干妈呢？对啊。雅兰为什么叫你干妈？哦，你也要照顾你。哎，我都没讲回家。哎，定定给你掉现金没有？没有。累机票掉现金。没有没有。好，谢谢你哈，拜拜。九通的，来，接下来右脑，来，开始代表马势力，马势力小姐，来，马势力，完全加油，完全加油，来，一杯，不要给他压力，90秒一杯，一杯，开始。谁？华氏，你好。你华氏拨给谁啊？直接按，他是总机就行啊。你有神经病啊！中视打华视总机，你被打，我告诉你。喂。
这是哪里啊？这是中式，这是台式。什么？没有一通可以的。有了。你要找到人呐、啊！你要找到人呐、啊！慧敏啊，等一下。好。慧敏啊。喂，你哪一位？我是马斯利的朋友。哦，我是他妈妈。妈妈，妈妈，你等一下，我胡瓜啦，你等一下不要挂电话哈。好好好。陈大伟，等一下。喂。陈大伟啊，马斯利打给你，不要挂电话哈。我阿弥陀佛，你不要挂。阿弥陀佛啊，你跟他布道的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时间到。通了算，通了算，七号。讲话中。讲话中那没办法了。你贵姓？我姓关。姓乖啊？关啊，关小姐你好。关慧敏。你跟马斯利很好吗？还好。平常都是做些什么？通电话。通电话。聊天。聊什么呢？聊什么？聊男人、啊。他是不是很寂寞？他不寂寞，他很多朋友啊。不是，他男的方面啊。啊，男的方面啊。嗯。他很幸福啊。有很多男人爱他吗？有，好多。哦。哦。对，把这个秘密讲出来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Okay. 好，两通。喂。喂。妈妈。妈妈。妈妈你好，早点睡哈。嗯。好，再见哈。不多聊两句啊，妈妈早点睡。邢景峰啊。瓜哥啊。那工地确定了啊。好，就是。好了，再见了，我知道了哈。邢峰的妹妹。对，邢姐，邢姐。好，你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妈，那个吴宗宪的工地不要帮他排、啊。哎哎哎。总共有五通，孙耀威，加油了。啊，今天打到第一了啊！加油啊！九十秒，预备，开始。第一通打给谁？公司。第一通打给公司，对不对？好。喂。陈雅，不要挂掉。陈雅。还可以打给自己人呐、啊，雅兰。你的手机拿着啊。断讯，我跟你讲，张卫健不问。我现在在上节目，我瓜哥跟你讲话。谁？喂。哎，他上节目，不要挂电话啊。瑶瑶，瑶瑶啊，瑶瑶。我在上天才变变变啊，你别 OK， 等一下。哎，不要挂电话啊。你看那雅兰在干嘛？还怕断讯就不算，断讯就不算。喂。喂，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你是谁？我孙家威，你是谁啊？徐亚威，我是谁？你不知道？你小龙是不是？我在上节目，你不要挂掉。我是你不要挂电话，不是不要挂掉，你不要挂电，不要挂电话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。喂，请问梦妮在吗？五、四、三、二，通了算，一，时间到。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好，够了啊、哦！因为前面有九通，你有没有？喂，喂，你不要挂电话，是孙耀威打给你，你打给谁啊？喂，梦妮啊。对啊。啊，我在上天才bang bang bang啊。好，你等一下。你好，您叫梦怡啊？喂，喂，梦妮啊，梦妮啊，梦妮啊，你跟孙耀威什么关系？我是他以前的工作人员。哦，以前工作人员啊，好，孙耀威对你好不好？很好啊，不错了哈，谢谢梦怡，哎，梦妮小姐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这一通。哎，你好，你贵姓？我姓潘。潘，你跟孙耀威什么关系？我是智慧的老板，因为智慧去买东西，他要打给智慧，但是我接了电话，我是潘美辰。哦，潘美辰啊！哎呀，那干嘛？你扯那么远干嘛？你说你潘美辰就好了。没有人跟我讲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谁啊。好、哦，你最近餐厅把我搞的吼，惊死人了。你是瓜哥嘛？哎、欸，你也听出来哦，哈、哦。你讲你在那讲我，我当然知呀。谢谢你啊，希望你赶快重出江湖一下啊。谢谢。瑶瑶。哎、欸，你感冒了是吧？对，重感冒。哎呀，安静都不照顾你，照顾好，怎么感冒？是不是啊，孙耀威。什么事啊？孙耀威现在不错啊，哈、啊，越来越活泼了啊。好，加油啦！祝你卖五十万张啊！好，拜拜。好，恭喜有六通，六通电话，总共有六通电话，六通，不错啦，九六一十五啦，十五。这是你的任务，要十通，要十通，好不好？谁来打？王运婵。王运婵啊，来，一样计时，预备，开始。林怡之，林怡之，累积呀。林怡之，对，黎之，林怡之。喂，喂，你等一下，王运婵找你。好，我讲一下。莫凡。喂，凡哥，等一下。莫凡，你等一下啊。啊，认识了。九孔。九啥？喂。喂。喂。您贵姓？我姓冯。王运婵认识吧？认识。你不要挂电话，谢谢。好，不要挂电话。阮姐。阮姐。太慢了吧。
兰姐 Park Two。来，孔哥吗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哦。OK， 好，林秉淳是吧？第十二通。被叫用户忙线中，收不到讯号。啊哦、啊、I'm sorry。OK， 来我们一通通验收。你好，哎、欸，他用九号打九孔是在有意思、啊。喂，孔哥啊，哎、好，再见。莫凡啊，你好，凡哥，你王云才认识吧？啊，好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刚回家。刚回家，对，刚刚洗澡了啊？还怎么样？啊，洗干净啊！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还是落后三通嘛？啊，哎，请入座，入座。所以这一这个部分。这个部分呢，应该是由我们左脑队获胜，每人各加100分，所以这分数很高了。是啊是啊，稍微进广告之后，回到现场进行我们的 Big Yeah Band。天才 Band Band Band， 天才 Band Band Band。进行的是 Big Year， 天才大耳朵，这要靠你的听力还有你的记忆力的。是，今天出现的是坠落的声音，坠落什么东西 ？Drop back 灯 back， 比如说有一些声音在里面，铜板啦、麦克风啦，这个不一定啦，不是什么声音他会讲解。当然不会那么简单的，铜板跟麦克风谁分不出来？哥把耳机戴起来之后，仔细听这八个题目，这八题目听完之后呢，左右脑呢就马上要出题了。可以了吗？来进行我们的 Big, Big Year Band。Big Year， 物体坠落的声音，这是板凳的坠落声，电风扇的坠落声。炒菜锅的坠落声，花盆的坠落声，鱼缸的坠落声，石膏像的坠落声。电视的坠落声，西瓜的坠落声，所以啊，你看我们做节目做的神经病了。对对，我们这个制作费会高的原因是在这里了。最后还好了，本来录很多，这是人坠落的声音。马上就要出题目了，我这个这是因为我们做节目，我怕观众会投诉，西瓜也这样丢，电视、电风扇这样丢，对，很抱歉，因为我们做节目的关系，向各位报告一下。而且在现实生活当中啊，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、啊。来，左脑对了，请出题。有答案立刻起立，耳机可以拿下来。不要交头接耳，不讲话，不能讲话。陈雅兰小姐不敢站起来，你们指定看谁？雅兰，你到底要不要起来？好，起立了，100分了，100分，对也100分，错也100分。好，那么你找他一定对的。我觉得张永正听了。于可欣，于可欣上。我干嘛？我看你自己笨啊，石膏像。清楚吗？对呀、啊，好，题目都很清楚，没关系。我以为是花盆呢、啊。没有，是个左脑加100分，恭喜，拿好了，100分，不分享。哎，好，再来是我们右脑队出题了，请戴上耳机。右脑队，请出题。好，这个难了。有答案，立刻起立。别假装很会，是吧？人家也会抓你。那就不要这样。来，三位，请指定。三位，答对75分，答错扣75分。站起来就算啊！啊，来，永正，指定谁？扣。
九孔，哦，你们这现在这一个是有的哦，啊，不要叫做剑，九孔，哇，不是，电风扇，不要。哎，我听的是电视机，我听的是电风扇啊，电风扇吗？多一个那个盖子掉下来。但不大声，是一点点。好，所以这一道题目他们也是得到100分，恭喜他们。没关系，关键胜负还在后面，请坐。赢了就坐底了。来，我们马上要进行我们另外一个单元，叫做“谁比我聪明”。接下来进行“谁比我聪明”。加油了，每一队要派出一员，然后这一个人呢，这就不能派出十元嘛？派十元那么多干嘛？这个答对的话就是加100分了，所以分数很高。那这边派谁呢？哦，这边哪一位？张永正啊，加油！这边代表400分了，两张王牌啊！好，加油了，90秒对不对？90秒的时间，好，我们先看看今天的题目是啥？准备，准备了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队员可以支援。啊，预备开始 ，Go！ 两个人一起做的事情，加油加油！不要自己答案讲给对方听了，敌军也在偷听啊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二，一，时间到。停停，不要写了，不要写了，不要写了。来，请回座，回座，请回座。好，哎，请回座。哎，其他队员请回座。来，先看我们这边。散步两个人也可以坐。打球，打球可以。哎，两个人坐。打 kiss， 哦，这个标准答案。洗澡，洗澡，洗澡两个。有了，有了。鸳鸯浴嘛，前一阵这个大学里面也出了这个新闻嘛。吃饭两个人可以坐。两个人吃饭，看电影可以两个人坐。离婚，也对了，离婚是两个人的事。打狗，打狗，打猫，打蛇才过分，这个要保留一下啦。我看这一区，打狗要一个人抓住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去打吗？看什么？还要一个人抓住啊？你们是哪一派的？写得出来，我们就敢给你。那应该算给他一个了。啊、没关系啊，打猫打蛇为什么两个人？打蛇有一个人踩住啊，另外一个人去疼啊。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也给他喂奶，这个标准答案呢、啊？喂奶、啊、一个，两个人、啊、一个吃一个喂啊。哎、但是他没有，你没有讲到是什么？如果是猪呢？他说一个吃一个喂，一个吃一个喂啊，一个喂一个吃，哦、两个人、哦，那就三个人呢、啊。没有两个哦，还有一个看，洗头也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，刚那个答案可以啊，代表什么都可以，对，好不好 ？Making love。Making love 有这个是打乒乓球、网球、羽毛球、骑单车、合理、相扑、桥牌、猜拳、打架、喝酒、主持节目。请问你人那么胖，为什么字那么小？打电话、谈恋爱、谈恋爱。吃饭，两个人去逛晚上，两个人跳舞、社交，两个人一起做工，打牌、游泳比赛。两个人游泳比赛看谁快嘛？游泳比赛有两个人的吗？有啊，自己比赛呀。对啊，有啊。所以这个要求是不是两个人以上？是两个人。像你这个桥牌，我就觉得两个人可以打桥牌啊。可以啊，对的，蜜月桥牌啊。啊，瓜哥可以了，打蛇都可以了。你说游泳比赛不可以？这说的握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。没有。哎呦。很难得出现这种现象啊！没关系，每一队各加100分，各加100分，每一人加100分啊！哦，那这个胜负啊，可能就要在下一个单元广告回来之后看看分数。好，要进行我们的瞬间记忆 ，Man。这个时候有没有看两队的分数？好，来看一看一下我们悬殊的比例。我们看看左脑队1100分，恭喜恭喜他们！怎么右脑也不差，才差300分嘛？800分！
是是是，差300分还不差那差几分？因为接下来的瞬间记忆，有的一题都是100分、啊。对对，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好好争取一下自己的 MVP， 还有团队的荣誉要注意了。瞬间记忆分两个阶段，第一这个阶段的抢答题，一题是50分，一道题就50分了、啊，非常容易，加油了！各位先看题目来，马上进行我们的瞬间记忆 ，Man。真的是难，真的非常难、啊，真的难。好，是是，我们马上进行我们的题目了，抢答题，请看第一题 ，Man。周慧敏变成谁？来，啊，来来，马士丽小姐。中间那个女生我不认识的。哪有不认识的？都是认识圈内人，好吧？好，张慧静。刘嘉玲，恭喜。哦。周慧敏，刘嘉玲，来进行我们第二题，请看，来。左上右下各是谁变成谁？左上右下各是谁变成谁？孙耀威。左上呢是那个张学友变成。哎张学友变成那个范晓萱。嗯。右下呢？右下是吴奇隆变成是。吴奇隆变成。吴宗宪。啊。不是不是，你已经猜对三个了，变成谁？快。吴奇隆变成。女的。啊。谁？猜猜来，王玉婵。吴奇隆变成李玟。恭喜。对对对。左上右下，张学友变成了范晓萱。哦。吴奇隆变成了李玟。李玟。来，第三题，请看。Man。女生变男生的有几个？我来。他要先摆 pose 才要回答。四个。女生，来，请挂分。好、哦，来了，歪哥错，三个，好、哦，请挂分。好、哦，陈雅兰，两个，恭喜。我们现在两队的胜负也已经分出来了。整个比赛的过程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要做个总结了。是，我们今天要宣布一下，我们看看我们右脑的是。我们左脑队这边是得到1150分，1150。右脑队是900分，所以今天我们的获胜队是我们的左脑队，恭喜，可以获得牛年纪念金币一枚。马上宣布我们今天的 MVP，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今天的 MVP 是我们的孙耀威先生，恭喜。人家是偶像级的巨星啊，还能够这个头脑那么好啊，是拿到 MVP， 我们应该是好好给他鼓励，加油啦，好不好？七组你拿不到的了啊，往前，好，往前一步 ，Let's go， 记忆金库，请金库密码，左八，左一，右六，左九，右五。左七，右三。OK， 好，请开始。念出来。左八。左八。左一。左一。右九。右九。哎，对。对，右六。已经来不及了，是吧？哎呦，我念错就不行了，你已经开错了，号码已经开了。这个在那个外面偷东西，这样警铃就响了。警铃就响了，应该是右六，然后呢？右六，然后左九。左九，再然后右五。右五。左七。左七。右三。哎呦，还好哦！哎呦，10万哦！请入列，请入列。好，请入列。哎呀，这也好啦啊，把这个奖金留给我们观众朋友嘛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我总发现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节目做了10集左右之后呢，整个全民的智慧提高不少啊。那当然，这就是我们功德无量的地方啦。刺激大家脑波，原来不做这个节目，大家才不管他几组了。现在你看8组9组。这个报名的人越来越多，而闯关的人越来越多，所以这个就是啊，让大家共同来参与，节目收视率会高，就这样来。对，而且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可以训练你的脑力，马上就进行我们全省23位的挑战赛。我来 ，Man，
地，还有心算时段的高手。哎呦，吓死人！王敏飞先生你好，心算老师。王先生你好，你几段时段了？时段。哇，那今天非你拿走不可了。试试看，今天有。还有万。天才 Ben Ben Ben。各位看到现场在座的全省有23位，加上4位歌星也来挑战。曾雅兰、孙耀威、石高恩，可惜嘛，对对对，再给他机会。再给一次机会。张卫健啊，展现猴脑啊，是。还有王运才，王运才，加油了。还有我们这个来自各地，还有心算时段的高手。哎呦，吓死人！王敏飞先生你好，心算老师。王先生你好，你几段时段了？时段。哇，那今天非你拿走不可了。试试看，今天有。还有外国朋友 Scott， Scott， Can you speak Chinese language？ 嗯，会讲讲台语啊？从哪里来？澳洲，澳洲，澳洲，啊，喜欢台湾吗？很喜欢，很喜欢。他这一次啊，就靠这一次的金库密码了。喜欢台湾钱吗？好，什么钱都可以啊，什么钱都可以啊。对他这个这一次如果没过关，可能就要永久住在我们台湾了，要买机票的钱了。那还有个名字叫蔡宗宪的，蔡宗宪，哎呀，你是来骂我的是吧？那厨师啊，是大厨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啦。是。厨师不是很好赚吗？还跑来这边？哎，有蔡宗宪，我们这边不含糊啊。有陈荣宏啊，红荣宏的哥哥。对啊，我们这里还有赵永华，哎，水果商。赵建华，各行业都有了，水果商啦，对对对，建筑业的啦，纸业的啦，还有老师吗？有没有老师？有老师啊，工专老师在这里啊。数学老师，电子科，电子科啊。科有从南部来的吗？请举手。有。从哪里？现在高雄，可是我从加拿大留学。哎，留学生怎么会来参加我们节目？有看吗？有啊，是不是走错棚了？啊，不会，我们今天呢准备了啊，因为全民的智商都提高了，所以我们要通过考验，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突破难关。考试这个叫会外赛，是九组号码。资格赛有九组，但是真正来开密码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为了预防引起争议啊，我们还是开八组。所以通过的人就是开八组，是是是，通过就开八组，马上进行考试的，啊，来吗？把笔拿起来，来，笔套打开，右手拿笔拿起来，拿高拿高，请准备啊！听完之后再写，不能一边听一边写。来，来，请开始。来，金库密码，左五，右八，右二，左六，右九，左一，左八，右四，左七。偷看，不能偷看。其实闲着在底下坐就好了，干嘛自取其辱呢？四位朋友也好了，你们走开，前面坐的不会那么挤了。写好的人请自动把笔放在地上。好，写好，我们笔立刻放下来，笔盖盖起来，不能再更改。最好不要涂改啊。所以有史考特已经 OK 了。现在核对号码，来，我们先报三组，来，先报三组，左五，右八，右二，来，错的请离开。哎，风度好一点啊！史考特写那么快，史考特，你第一个写完的，也第一个离开啊？错的请自动离开。来，再念两组啊，左六，右九，错的请离开。哇，天哪，不会吧？剩四个人了，左一，左八，错的请离开。是有，最后两个，右四，左七，错的请离开。哎呦，你真的剩下两个，剩两个吗？我们来 recheck。左五，右八，右二，左六，右九，左一，左八，右四，左七。哎，两位加油了，马上进行八组记忆金库的开密码。恭喜这两位有通过九组的会外赛考验，这相当不容易啊！但是更可耻的是，我们刚刚四位，怎么会两组就挂掉了呢？对。不是，不要说可耻，因为他们有这个勇气，不错。对对，刚刚王运婵，他呢才脸皮够厚了。是是，总共九个号码，他只写四个，他还坐在一本子里面对前三组。
你就算四组对你后面五组也没写啊，哇！你还在那边，但是他硬是摆那个 pose 啊，哇！我以为他很顺，一看怎么后面都遮住，一看翻开没写嘛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无字天书。是是，那最好笑的是我们这个张卫健还坐在那边看半天，喉头红脑了，根本已经不对了。来，我们先欢迎第一位，请出列。陈元彬老师你好，是工专老师，您担任老师的工作几年了？两年。开完之后可以休息两个月。暑假快到了啊，对，很聪明啊。这个暑假快到，刚好拿这个就是出国旅游一番，结婚加油了，结婚了，结婚了，那去度个蜜月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往前站一点。我们时间听完之后， okay， 好，听完八组号码往回转，只有一分钟的时间，不要像孙耀威要开出哦，不对不对，这就来不及了。思想清楚一点，一分钟，预备，一分钟，好 ，Go。金库密码，左四右七右二左六右八左三左五右一。哎，请到后面。好，计时一分钟开始。一分钟开始。幺七幺二幺二左六左六幺八幺八左三左三左五，左五，右一，右一，恭喜，恭喜恭喜，搬走搬走。请小朋友叫几秒钟，好，他四十秒左右就完成。先给我看一下，陈老师在四十秒钟，四十秒就完成，所以说六十秒不算太短，是是是，六四十秒。这陈亚楠羡慕人家吧？羡慕了吧？你看看，十万块抱在手里，你看拿也拿不动，有没有看到？不是羡慕他那个钱，他那个脑筋好厉害吧？厉害吧？这就是他无穷的资源呐！恭喜啊，可以带老婆出国去玩了，好吧？你怎么训练你脑力？告诉大家，提供大家一个，苦练，我练了差不多三个礼拜，苦练呐，哇！这个苦练就是告诉大家，没有这个节目他会苦练吗？说的是，所以这个节目带给大家的是什么？大家去思考。没有关系，我们挂了十万块，只要大家变聪明，我们也开心了。是，是胜利微微笑来，欢迎欧西恒先生，哦，也是银行员。对，刚刚看到了没有？速度很快。对，但我现在怕重复刚刚那组号码，你知道吗？不会，不是那组号码。但是问题是我怕我会记得那组号码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先休息，下个礼拜再来好了。哦，那你先洗掉嘛，倒带洗掉，把你打一打了，啪啪啪啪。真的很快。哎，你十万块准备怎么用？如果会过的话吧。这要怎么用啊？先存起来吧。也是存起来，有贷款也有贷款吗？要付啊。我们的制作人就叫活菩萨，专门帮人还贷款。会不会因为有很多人先去订房子在？对啊，大家有困难的不用再去抢银行了，直接来这里就好。是，何必跟什么地下钱庄借钱，对不对？利滚利多辛苦。对嘛，在家里努力三个礼拜就十万了嘛。哎，下次就不一样了。下次换个名字啊，改个造型再来。来，加油啊！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过滤的很厉害啊。来一杯。金库密码。左三，左八，右一。左四右七右九左五右二，请到后面，计时一分钟开始。左三左三左八左八右一右一左四左四右七右七右九，右九，左二，左二，应该是左五的。左五，哎呀，哎，他只差，哎，干嘛？干嘛？钱不要了。
哎、欸，那个侯先生到前面来，也不错了，很厉害，只差一点点而已啦。他刚花了几秒钟啊？他刚哎呦，大概30秒不到。他速度比他快很多，更快。那如果开了会比他快，太快就记不住了。左五，你已经不错了，我们替你遗憾，您节哀顺变啊。是没有关系，我替你难过，这钱拿走，我们是替你开心啊。对，但是他这个来过一次，下次有机会再来，那直接就扛走，比较不会紧张了。下次来的时候啊。问题是还可以再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只要您来，我们随时欢迎。我们下次会变成10组、11组，一直在提升大家的脑力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这样好啊，这样好，让我们这个全民大家一起来动动脑，哎，是不是？那个陈先生啊，还在爽啊？哎，嚯，坐在后面，恭喜了，好，一位恭喜，那一位就是有机会下次再来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今天我们的天才变变变就进行到这里，欢迎全省呢各高手来报名参加。刚刚看到心酸时段的照样念到第5组就回家了，第五组就立刻走人了。是啊是啊，一定要家里好好的练习，全民一起来做这个运动啊。是，好，我们今天天才变变变到此告一个段落，别忘了每个礼拜五晚间9点到10点半，锁住中视频道收看我们的天才变变变。恭喜恭喜，10万块。